爱国球会。感谢红双喜我们羽泉公司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场地，然后来让我们跟丁宁和马龙在这里来见面。我们看到主角已经来到了现场。偶像剧的男主角马龙入场了。马龙和丁宁应该说穿得非常喜庆，你看大家看啊，穿的是大红喜字T，尤其是坐在一起啊，啊，尤其坐在一起，在一起，谁在喊在一起？这个因为我来的相对早一点，我把这个马龙和丁宁的这张照片发在了网上，结果很多人给我回信说，他们俩的结婚照什么时候照的？我都忘了，我都没印象。就是刚才那个红双喜的管总介绍说是2011年结婚三年了。现在呢，两位主角已经坐在那里，我再把这个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可能看这个球台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这张球台就是前不久在苏州世乒赛上男女单打决赛的球台，也就是马龙夺冠之后奋力一跃跃上的那个球台。球台挺结实的，没有，球台上面有没有脚印留下来？应该说马龙和丁宁看到也都是非常的亲切。背后这两个奖杯，圣弗莱德杯和吉盖斯特奖杯，也是今年苏州世乒赛上马龙和丁宁举起的冠军奖杯。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马龙和丁宁。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因为球台既然摆在这里，自然要跟大家互补招，自然呢要跟大家跟球迷进行一个交流。那么好吧，我们今天因为这是马龙和丁宁的见面会，也可以说是叫马丁宁的球迷见面会，那么自然我们要进行一个混合双打的比赛，请二位起立。大家是胃不好，试一下。马丁宁后来我翻了一下是增加胃动力，6-9，应当很饿了。特别是进入赛点，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我们迎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个青春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饥寒，每风吹来意外的爱情，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我们一起走，闯荡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应该说这个
马龙从王立勤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呢，今天呢，恰逢是王立勤37岁的生日，我们现在用电话连线远在上海的王立勤。立哥，听见了吗？你看着我早上给你发的微博了吗？早上看，还没看见呢。是我发的人太多了吧？没有。立哥呢？祝你37岁生日快乐，但是比我大挺多了。然后我觉得，你已经其实现在可能已经当上行政主任了，然后希望你在未来的这种生活上，包括家庭上能够更幸福，赶紧去跳楼了吧。那个。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啊，你们也是很难得这样机会跟球迷朋友们一起相聚。反正我现在一直在上海，也不能在现场跟你们一起去互动，但是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苏州的世锦赛，马龙能够站上一个新的台阶，在未来尤其是在2016的主要运会当中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好，谢谢你。下面呢，我们还是电联两位神秘人。这个神秘人呢，丁丁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是个男性。喂，陈导您好。哎，您好陈导，我们现在这是在马龙和丁宁的球迷见面会现场，您对丁宁啊，然后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呢？我期待他能够越战越勇吧。这几年呢走得也很艰难，现在呢已经走得有了好的发展方向。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种好的精神，能够在乒乓球队起一个榜样的作用。感谢丁宁的本身这么多年的支持，让他呢能够不忘初心吧，一直都在顽强的战斗。谢谢他们。好，大家感谢。听到了吗？好的，陈导，谢谢，保重身体。好，谢谢。啥事？秦生啊，聪明。在别人的电话我们也没有了，是吧？睡觉呢，秦导。哎呦，你好，我们现在这是在马龙和丁宁的球迷见面会现场。首先我还是特别感谢这些全国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些马龙的球迷来到现场。马龙虽然说这次在苏州取得了冠军，但是我希望他以后，特别是明年的奥运会，还能再接再厉，能取得这种好的成绩，好不好，马龙？好的，谢谢导，希望你跟马龙一起奋战到2020，好吧？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教你一招。这样，马龙，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定点发球非常有特点。非常有特色，今天不妨在这里给大家交流一下，传授一下，如何？对，你看，就是击中对面球台上的这个纸杯。哇！命中率50%。丁宁说：“我教你发球吧。”眼硬了吧？马龙如何评价？练不过他。练不过他。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半出台的这种下边球，我看您拉得非常的好，然后我就想请您教教我应该怎么去拉这个球，或者您不需要那么大力量的球，动作小一点，我觉得还能更好一点，因为刚才球本身就不一定是直接得分的球，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是注意一点落点或者什么的更好一点。
哎，这种球是本身就饱和了。我看我就是再离近一点，我看看杆小点，行，就这可少了。就比如稍微小一点这样吧。对，就不一定全是那么像他们。马龙在最后一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马龙这个，你发这个球的时候，发这个上旋是靠大拇指发力多吗？就是你那个经常发的那个勾的上旋，应该就是胳膊吧，因为手啊、不是很，因为我本身算是容易出手汗的。然后啊，我这个动为什么没有汽车发的好呢？我这个一使劲的时候容易摩擦这个发的不是它，发的相对手汗多手痒。我这个发的质量不一定有它高，但上面球的时候其实就是还是送了。啊，胳膊这样，还是小。对对对，就是这样。吴医生，您接一下，接一下马龙的这个话筒，马龙来，给他俩。不是打两盘。哎，各位好好处理，好这样，这样。哎，向下，给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绝活下蹲式发球。下蹲发球的话，其实这种要求是比较高的，也是发球里边比较难发的一种发球吧，因为它需要全身的发力，就是发这个发力比较多，然后而且它由于这个抛球以后可能这个球下降速度也是比较快，所以不容易控制这个发球。在现场会上见到马龙，见到丁宁，谢谢他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其实作为我们运动员来说，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多跟这种球迷去交流互动，特别是这种近距离的，然后让其实这样的感受让我们也会觉得很轻松，然后跟球迷有些问题啊，包括回答，其实就是很像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受，所以说也希望能够去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更多的去能够跟大家去互动交流。但是我觉得还是今天的这种活动这种氛围吧，我觉得因为可能和原来或者是以往参加的一些这种活动不太一样，因为一个是跟球迷们很近距离，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的这种还非常放松的这种状态下，然后所以就一起吧，开一个玩笑让大家都大家开心，我们五年都是对。